大家好，我是一月爸爸。当然今天还要说一下我女儿，正所谓二台四翻六会坐，七滚八爬周会走，但是她是一台六翻七会坐八爬周会走。不过还好终于赶上了，不是，作为佛系带娃的爸妈，你要爬爬，你要走走，你要吃吃，你要喝喝，随缘啦。这个视频拍摄于11月25号，她第一次站起来，那个时候是10个月吧，完全没有想到，谁都不服就服强的一月小朋友站起来了，这是属于他的胜利。从又哭又闹到又蹦又跳无缝连接，11个月要满1岁前终于会走了，从出生哇哇哇到会走哒哒哒，不知不觉就1年了。都说带娃成绩大，看着早。我想说这句话是谁说的，真他妈准。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一个更加混的小混女即将诞生，我为我自己祈祷。你为什么要站在上面才在那问呢？在下面怎么问呢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觉得棒啊，棒棒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棒棒的，棒棒的，棒棒的，自己都觉得棒棒的。大声点。